想知道什么？有个善良的女孩，名叫白雪公主。她只有一个愿望，找到真爱。但是王后妒忌她信赖的朋友。是什么？把手伸进烟雾里试试吧，看你能猜到吗？不知蛛网，猛蛇之皮，巨鼠的眼珠，老虎，老虎，木乃伊之喙。派猎人把白雪公主带进森林里杀掉，但她竟然失败了。看来我得亲自动手了。不过是苹果。把木屋打扫干净，我的小帮手们到哪儿去了？您也可以帮忙吗？用手指一个小动物，小动物们就会去清理干净。吹着口哨工作，蛇吧蛇。